继月初在花莲体育馆由花莲县府举办的就业博览会后，17号周六上午，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花莲就业中心将在花莲中正体育馆举办就服挺你新生活2022联合征才，有45家厂商提供了662个工作机会，也欢迎求职民众多加利用来把握面试的机会。就服挺你新生活2022联合征才17日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1点将在花莲中正体育馆举办。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花莲就业中心表示，这次邀请45家厂商提供662个职缺，住宿及餐饮征才占比40%，现场也提供相关就业创业等咨询或职涯初步探索，协助民众了解就业服务资源。现场征才活动有45家厂商参与，提供662个职缺，包括在地知名厂商富野饭店、烟波饭店、根寿司餐饮、全家、台泥、雅泥、和平电力等。此次现场征才职缺起薪超过3万以上有206个职缺，其中起薪超过35000以上有42个职缺，同时只要以行动装置扫描 QR Code 就可于现场及时查询厂商职缺与待遇。再次鼓励有求职需求民众多加利用，踊跃到场求职面试。就业中心表示，此次征才职缺起薪超过3万以上计有206个，其中起薪超过35000以上有42个，求职者可自行或由就业服务员协助于系统登录履历，备妥身份证件，直接前往摊位面试，鼓励有求职需求民众多加利用。记者蒋邦彦华联社报道。